拜。那今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任务，就是来帮我们大家洗澡。昨天我们包车前往了曼谷南部，今天同台车继续带大家前往曼谷的西北部北壁府，为期两天一夜的神秘之旅咯。早上八点出发，很想睡，看到补充咖啡因的天堂。咖啡 Amazon 还要想购物了是不是？这间咖啡店算是在这里非常的平价，星巴克一杯咖啡120-150，在这里的话只要60，几乎半价哎，品质有保证，我们来点看看。那我来个亚马逊拿铁，太阳吗？太耶！喝喝看，冰块大概占了一半。这是小面台湾饮料，哎，我要去冰。这里拒绝你去冰，你准你这么任性的。果然是泰式的风味，因为很甜。要不要来一杯蜂蜜柠檬咖啡？初恋的滋味。我们来到了花东，一望无际哎，我们在哪？介绍一下啊。我们刚刚从曼谷，然后开了大概2个小时的车，现在来到柏林花神像市场。那现在带大家去看一下里面有什么。哇，有海鲜餐哎。下雨河大明湖畔，柏林花水上市场 CNN 推荐的泰国曼谷近郊景点，据说可以在一片柏林花下乘着小船，在天使的眼中看见自己。哇，这个这么大袋的水果，然后现切的哦，这才25块，你咋个抠？好便宜哦，超便宜的，马上来试试一下。有感受后100分。旁边的市集摊贩很有默契的，完全没有重复。比起泰国市区，物价算是相当的平易近人。假日来也可以感受到热闹，有时候还会有街头表演。包车前往北壁的空档，来这里放空充电。时间对了，花都开好喽。我们现在抵达了，然后现在他要给我们一个像这样子的救生衣，没变啦 ，OK。然后我们要先做竹筏，然后才会去到大象洗澡的地方哦。对，还蛮轻的耶。竹筏，我们要来搭竹筏了。哇，这水深的。开始了吗？哎，我们要撞壁了。哦，撞壁呀！悠闲游会合。调到那边。哎，好舒服哦！嗨，我们刚刚坐了大概快要3个小时的车程，来到了北壁，然后我们现在在桂河上面，因为这里的水很清。他说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样的水位还不到高，其实是这样平静的水流也让人家觉得很悠哉，耍废真好。我要滑，慢慢走，小心哦。谢谢。Elephant Camp。第一次要近距离的和大象一起洗澡，这世界上最庞大的陆地动物，实在是觉得很触鼻，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他叫 A 胖，嘿 A 胖，可是你一点都不胖啊！我们从台湾来，这只喜欢玩水。欸、你为什么一直摸它不帮它洗澡？为什么帮它洗澡？要给我那个工具，然后水波它就可以。乖乖，哦，这里要去角质。那它全身要去的地方很多。嗨、嗯。
面说前面，因为它动物一般后面当然有危险的啊，它会往后跑。看啦，认识的人才能到后面。哦，认识。他说：“哎，胖痒痒，他就会这样摩擦，啾啾。”哦，你33岁了。大象可以活到几岁啊？大概70到100，跟人一样的。哦、谢谢你，你人真好。对。哦，你好，你好。现在我们来围山蕉给大象吃。嗨，小朋友，这个小朋友，他可以吃了。那给他，谢谢。OK， 到这里 ，OK。他们激动，很激动，你快播。好，大象是很有灵性的动物，此次和大象亲近像是进行一段很长时间的心灵交流。现在泰国慢慢转型，也越来越多园区开始照顾大象，也欢迎想来亲近大象的你们哦。来过北壁府，大家都会去说到死亡铁道。之前在二战的时候，因为日军侵略这里，他们需要建造这个铁道，然后运送物资，所以他们做这个铁道原本应该历时要20年，因为日军的要求，所以他们动用了非常多的战俘，他们只花了15个月就把这个铁道做出来了。工程非常严峻，那也非常危险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带大家看到它其实是一个峭壁，所以是当时死了蛮多人的，所以才称为做死亡铁道。那等一下我们就带你们去看看咯。桂河有着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子，因为电影桂河大桥而声名大噪。我们现在从前面的车站进来，这里就是死亡铁道的地方。大家可以看得到，下面这些都是用木头搭建上来的。火车一天三班的关系，再加上泰国的交通时间其实没有到非常的准时，所以大家都会在这个铁道上面做纪念拍摄，但还是要小心，因为真的太高了。说到的死亡铁道呢，就是我现在身后面的这一条，但现在已经不乏为就是大家网美们的聚集地，也是保存得很好。如果真的有机会来北壁，可以好好研究一下它的历史，然后了解它的文化。走这一趟其实真的是值回票价。二战期间快速的建造铁路，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。悬崖旁边的洞穴也有为了安抚亡灵而建造的神佛。火车进站了，期待明天的火车之旅喽！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吃饭。